信义区永春里这场父亲母亲我爱您的感恩月活动，参加的李明相当踊跃。活动还没开始，就吸引李明沿着骑楼排队，长长的人龙超过了100公尺。在永春里里长许慧兰的用心规划下，只要是涉及永春里，每户可领宣导品一份。前100名参加者还可以加码领到卫生纸一串，借此感恩辛苦付出的父母亲们。因为疫情关系，所以我们离上那个5月的时候，母亲节感恩活动月就延后办理，然后特别选在8月7号这一天办个父亲母亲我爱您的父母亲节感恩月活动。然后礼拜呢，特别精心挑选的那个葵花油跟海盐，然后还有我们很实用的卫生纸送给大家。我们都体会得出来，当爸妈的爱小孩子的那份心，所以呢，我就特别举办了这个父亲母亲我爱你的感恩月活动。然后当然也是祝福爸爸妈妈父母亲节快乐。对，就是鼓励大家能够，因为疫情关系可能大家都闷很久了，然后借由这个活动，然后很多长辈啊也很早8点就来排队了，然后特别准备了椅子让他们坐在现场，可以大家互相的聊聊天，互相的问好，然后也可以互相的见面。真的是研究了很久了，因为要办活动，然后也考虑到李明在太阳底下，尤其是这种天真的很辛苦，所以呢就借了这个骑楼，然后也很感谢我们现场的店家他们的支持，他们当初跟他们商量的时候，他们全力的支持你办的活动，真的很感恩，谢谢。走，来，加油，加油，我继续加油。父亲节快乐！好，谢谢。洪建义，甲你拜托，你好。建义，甲我讲，你今仔日去加油。会啊，今仔日波浪应该不小。啊，谢谢了，谢谢，你好。哎，王宏威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王宏威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王宏威，谢谢，谢谢。而适逢年底选举，各党派的市议员参选人与团队也把握机会与民众互动，有搭配感恩月活动赠送白米，还有各式选举小物出动。包括实用的口罩、面纸和扇子，让活动的气氛温馨又热闹。事实上呢，很多里民因为都闷坏了，所以现在只要有活动，大部分很多里民都会参加。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里有里的建设基金，那因为这一年当中其实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有些活动没有举办，所以建设基金还是累积了一些，所以呢这次就会趁这个父亲节活动多买一些物资送给民众，因为其实物资是最实在的，也是最实惠的，所以也因为是物资的关系，所以民众就排队排得很长，那这个时候也刚好是我们可以出来好好拜票的时候。那我想这个其实疫情的情况之下，我觉得大家还是同心协力把疫情照顾好，然后让我们赶快恢复正常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还是送这个口罩给民众。然后因为我的口罩上面印了我的 logo， 但是我的 logo 很小，看起来很像是就是一个爱心口罩。然后很多民众看到就说好可爱哦，非常可爱。所以呢，他们特别跟我要了很多口罩去发。那因为我这个是双钢印的，因为有些口罩它其实只是一般的口罩，并没有到防护的措施。那我这个是双钢印的医疗口罩，所以民众会更爱。那所以这个非常踊跃，也非常抢手。其实现在因为疫情比较没有那么紧绷，那代表说很多人都愿意想要出来。那借由父亲节的活动、里长办的活动，那当然所有的候选人都会拿着竞选文宣来每一个来拜托。那当然也希望年底跟里长一起连任。人与人之间，人家说见面三分情嘛。那人与人之间，只要遇上了，感觉上互动不错，他就有可能把票投给你。所以我也很谢谢说里长愿意办这个活动，让我们跟选民之间有互动。那借由互动，让我有机会可以争取选民的这张选票。我们永春里的许慧兰里长特别办了这样的一个感恩的活动，也借由这样的机会发放一些物资给我们里内的好朋友们。同时，我们包括区公所、健康中心很多的同仁也都来协助，也帮一些长者做一些简单的健检的相关的服务。那么，透过这样的一个服务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中原普渡的过程当中，提供大家不同的选项，也让我们更多的里民互相之间有一些不同的联谊跟交流的活动。其实我们里长办活动非常用心，大家看得到沿着骑楼，我们已经超过100公尺的长龙了，还好这边有骑楼可以遮阴，所以不用直接晒到太阳，所以大家里面参与的非常踊跃。所以其实只要里长用心在办活动，里面都感受得到，也都愿意来积极的参与。来4号，4号 AP 很刮哦。
很多议员也送来白米，然后口罩，然后很多扇子，然后使这个活动很圆满热闹。感谢大家的参与，然后也感谢辛苦的志工，然后也感谢所有莅临的贵宾，更感谢您的采访，谢谢。这场感恩月活动在永春里里长与团队的用心规划下，让里民们快乐地度过了假日时光。许慧兰里长也祝福辛苦的父亲母亲们身体健康，天天都开心。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。